回顾这三年来，很多人都会笑我们说，你们都几岁了还在做梦。我妈都会用客家话说，你走嘛个东西，爱捆东，你得走嘛个东西。她在台湾这三年的确发掘了很多以前她不认识的自己。我觉得很开心，因为她好像是我的 creative director。以前介绍我们的时候，他们觉得很有趣，是因为以前他们不知道台湾有客家饮食，竟然是他们不理解的。他叫我们 Neo Hakkanese， 我觉得很棒。The head is very funny。那个这个来呀。I never felt like a connection before, but I felt like this was it. Like I didn't need to see any other person anymore.